你不喜欢我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？你要传讯息给我？你为什么要叫我来？还是你又是为了什么靠近我？装啊你！脱光了看你真的吗？需要录取证明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拥抱是假的，说在乎你是假的，牵手是假的，传讯息是假的，你也是假的。为什么不要？你不喜欢我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？你要传讯息给我？你为什么要叫我来？还是你又是为了什么靠近我？发现你做了无法挽回的事，害死了江正明，害了庄英文。我们的事不要让别人知道。你现在能做的事情，就是你最擅长的，不用那么诚实。